Ready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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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over, ready, fight, roll call。好，观众朋友，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武林风。这场比赛是搏击世界杯 C 组小组赛第一轮比赛的第一场比赛，红方选手是张文胜，来自深圳胜利人和俱乐部。蓝方选手是来自泰国的达万猜。好，这是武林风达万猜的首秀，然后也是很多泰国拳迷关注的一场比赛啊，这是他们的国宝达万猜第一次出国比赛。对，因为就在刚刚六月份，泰国媒体评选了泰国最佳选手，共有十位选手入围，其中就有达万猜哈。那就在两天前，结果出炉，达万猜斩获了此项荣誉。是，他是8岁练拳，14岁开始打的第一名。2015年到了 PK 善哉拳馆，2017年拿到126磅的金腰带，然后2018就获得这个奖项，泰国最佳选手奖。生涯160胜，在 WBC 63公斤级是排名第一，但是今天打的是67公斤啊，而且是自由搏击的规则。我们这位红方选手张文胜啊，其实可能武林风的很多球迷朋友对他的了解并不多哈。是。他是被称为是出道即巅峰哈。是。他是来自咱们荷兰商丘，那江湖人称双刀客，就是他可以左右开弓，正架行，反架也行。精神两人对峙，僵持在一起了。但这场比赛，对于张文胜来讲，因为他赛前称重超重，对，所以按照我们搏击世界杯的规则，在循环赛当中，如果超重的话，要 KO 或者是 TKO， 你才能够赢得这场比赛。再次抵挡。张文胜就是可以正架也可以反架，而且习惯照到你背后进行攻击，这是张文胜厉害的地方。但是呢，张文胜的短板就是呢没有特别明显的优势，常常会打到这个平局，然后加时赛。今天面对达万猜，达万猜生涯160胜啊，太强了。对，其实张文胜也表示，在他们这个组当中，达万猜对他来讲是最大的威胁。是，看达万猜那个左高扫，好凶哇！再介绍一下，达万猜是被国外媒体认为是一个拳商超高的一个选手。他有一些特点，就是第一个步法很能跑，对他重击的还有一个正蹬，正蹬的力量超大，一个步法好，一个正蹬，再来就是他的拿手好戏，后腿的扫踢。但是呢，过去其实达万猜这个头部防守不好是在短板，都是被他的丰富的这个比赛的经验给掩盖了。那看看今天这个我们的张文胜能不能找到这个短板。好，二两个平拳有机会进攻。好，比赛结束。其实这个比赛我觉得对于张文胜来讲，他应该压力挺大的，因为超重的原因，首先你或者 KO TKO 才能够赢下这场比赛嘛。达万猜是在武林风的首秀，正中。但是我觉得他发挥还是不错的。是。好，河南卫视淘宝官方商城上线了，看武林风，打开手机淘宝，搜索5和6，参与红蓝阵营竞猜，就有机会抽最高9999元的现金红包，帮你清空购物车，更多商城品质好货等你来选。好嘛！快点！阿力，好，双方进入到了第二回合的比赛。
好，我们再仔细说一下这个达文恰的短板，就是接腿的时候他是双手放下来接，这个就比较危险，而且他打前手会掉后手，那就要看能不能找到这个漏洞了。对，看张文胜能不能找到。张文胜拳是不错了，哎，好，分开，我们的达文恰就搂爆了。好，现在我们的张文胜环绕步想绕到我们的接腿，绕不过去啊！你要绕到这个达文恰的背后太难了，他会防守。张文胜绕到一半都被堵住了。感觉上我们这个达万猜的非常的淡定，非常有自信，即便他是小级别的，他对自由这个搏击规则不太熟，但是呢他打得很沉稳。是，好，刚才要做一个打摔，哎，漂亮，哇，走腿法不太习惯，接不到。其实今天我们的达文猜的前腿没有用，那前腿是很快的哦，前腿跟前手旋。今天我们达文猜主要打重击，所以他用他的后脚的扫踢。你看，瞬间就抱住，然后就赶快放开，控制你一下。但是裁判一样看到了。好，警告一次。需要现在打完才在找机会找距离，然后打完才还有个法宝，他习惯在最后一回合第三回合抢攻，给裁判一个好印象，因为打完才的 KO 率是更低，尤其他升上来这个67公斤啊，这 KO 率更低，所以他一定是靠打分的。好，分开。那相对的，今天张文胜超重，你要拿出你的表现，不能像过去啊，打四回合就没有用了。对。继续。好，我们的循环赛呢，积分制，获胜的运动员积三分，负的话积一分。好，这个第一回合又过去了。对。达文猜的这个腿太重了，出去不太容易。对，近身又被爆。其实第二回合稍微的节奏有慢了一点点，就好像他都是在寻找这个机会。因为达文猜在控制张文胜的这个距离。武林风联合腾讯新闻极速版为大家准备了10万金币红包，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，支持喜欢的选手就可以领取。最后一回合喽！哇！你先走，不要等他，不要等他。张文胜，你先走，不要犹豫了，等一下，不然就没机会了。太帅！其实你看这个蓝方的达文猜，这个起腿真的太重了。有，哇，这个腿啊！被踢到很痛啊！对，这个是达文猜赖以成名的一个腿，是啊，铁腿啊！现在你看这个，这个张文胜的手臂都肿了。对。
张文胜的重拳又还没有办法有效击中达万猜啊，达万猜的距离控制太好了。手拿吧，手拿，对，把他压上，压到边上，压到边上。压不进去啊！对，对教练说压到边上，你要看我们这个达万猜那只腿，要不要让你压？而且就算你压到了，他立刻抱你。是，又抱了。走，几乎啊，就算你打到一拳，你也没有打到第二拳的机会。他又抱在一起。对。真的是达万猜经验非常的丰富，是。虽然达万猜可能没有 KO 的能力，但是呢，他凭着他的控场能力，可以拿下这场比赛。张文胜捏把冷汗，多次的进攻都没有比较有效的收获。这种打法真的非常的稳，而且有省力。那对手其实就没有办法放胆去连续进攻，因为永远有一只腿在那边了，准备扫你。是。这就是外国媒体这个称赞这个达万猜的拳商啊，在拳坛上这个擂台上的智商超高的。不要走！一拳，第二拳跟不上。对。可惜，继续，不要赶时间，那你就看达万猜他在控制，他在调整，所以现在你就是没办法。对。走！压，有机会爆！哇，还有十秒。是。你要么没机会，要么有机会了被抱住了。对。哦，这个震灯超有力的。28-29，比赛结果，蓝方胜。Hong Kong number one。